们把这次的公益活动呢取名叫做大地的宝藏。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呢是西利洋有限公司，然后还有呢我们的台湾马术治疗中心哦。这次跟这个马术治疗中心配合开发出来这个商品，里面就包含了绘本、着色本、蜡笔跟玩具。那我们期望透过这个说故事去吸引小孩子兴趣。那我希望这个希望包会让更多的小朋友认识马、爱上马，让马进入他们的生活，也许也改变他们的生命，开启了一个新的希望。原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梦想，把我们希望能够教育生根这件事情，透过这样的这一次的合作，我们做了台湾第一本的绘本，是马的绘本。那我们也很荣幸透过这一次的合作结合，我们开始传递，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马的语言，然后让更多小朋友在借由绘画的过程去创造他的新希望。用爱抱住希望，梦想立马成真，大地的宝藏就藏在酷辣石希望包，会在我们的诚品金石堂书店和百货公司等等的开始贩卖咯，像是博客来的网络书店也可以买到哦。那所有贩卖的所得将由18%呢我们捐给台湾马术治疗中心未来所举办的马匹辅助教育跟治疗课程的费用，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得到帮助。